听说吧，有个老人家80多岁了，身子患疾病，瘫痪在床。那疫情期间呢，居委会去了4、5个人，身穿防护服啊，给他从4楼抬下来了，做核酸。我一开始认为是段子，后来一搜还确有其事。哎呀，太魔幻了啊！网友们质疑之后呢，当地还回应了，说老人呢着急做核酸，要是安排医务人员上楼去做呢，需要协调各方力量，耗时较长，所以呢就抬轮椅。没电梯也一层一层的给抬下来，好像这个回应目前已经删除了。你呀，你找个理由也不会找，你都不如说这个老头啊，好长时间没下过楼，强烈要求我们给他抬下去看看院子里的风景。我们在防疫的百忙之中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必须办。老人很满意，流下了感动的热泪。要不是身体条件不允许啊，他都能跳个舞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，你看这借口多充分呢，有爱心、有责任、有担当，多好啊！我也就纳闷了，联系2个大白医务人员去楼上给一个老爷子抠嗓子眼儿，到底需要协调多少个部门的力量，到底需要走多么复杂的流程？5个人抬下来，几个人抬上去呢？这不复杂吗？你不会抬下来就不管了吧？再说了。抬轮椅下楼做核酸，我的理解，你做核酸这个地点应该也不至于太远吧？如果不远，那志愿者上楼和医务人员上楼协调起来差距那么大吗？真的就必须简单的事情复杂做，复杂的事情没法做吗？我们这儿说类似这个事儿啊，有一个统一称呼，叫脱裤子放屁，非二便是。我上次啊，在路边看到俩人，一个挖坑，一个填土。一个挖出来土，一个填进去，配合得井井有条。哎，我就好奇，我说你俩干啥呢？他们说植树呢。我说那树呢？他们说负责栽树那个工作忙，协调起来不方便，但是植树工作很紧急，我们也不能耽误。他不来，我们也得干。这俩人也是你们那小区的吧？这得是啥智商的人做出来的决定呢？如果智商很高，确实属于无奈之举，那么你们的组织工作该有多么混乱无序啊！想要爬山，路途虽远也要去，这句话叫山不过来，人过去。你们可真厉害，人是先过去了，扛个铁锹去的，一锹一锹要把山挖过来，然后再爬。秀啊，你们先坐下，我问你们啥时候这样呢？一直都是这种症状吗？撒冷去医院看看得了，挂精神科，别耽误了啊！你那个，你上医院看过没？你指定是有点毛病。